没事。我要你七月再度唱这首歌，因为为什么一直鼓励你们小孩子十三十岁不要唱这种爱情的歌？你玩，因为那刚才放尾曲，因为就秋妈妈的歌是校园歌曲，他们就会发尾曲。这无疑的真会是一个感情爱情的歌，发挥未出连气都在沙啦。哇，你这我把侬我他妈的妈要告假的，要吹出来那个。是不是告假的？你讲话的，你告会假的？来，鼓励你看，鼓励你。你看，在那鼓励你，鼓励你，是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用信啊、哦！你要记住师父这句话：今天你在这边啊、哦，千多人的面前，你唱错这首歌，不闹鬼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练这首歌。七月，我要你再唱这首歌。OK。好不好？可以。啊、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继续。